妹子是吧？来吧，给我来个大餐，10万分的。啊，哦，明哪秀也个？来了，我的妈的！明秀也。你狗蛋先取秒1号，好不好？华尔山先把野兽起了，地府甩放下，和尚的话是拉金刚，把金刚拉一拉。这队伍赢了十几万分是有的，但是不好赢这队伍。他善恶开了，我估计。管他什么开了，我上盾了。挣大个，他这三票打两回合再说，不着急。万一我们把这边点死了是吧？我操，我笛子又忘记带了，傻逼了。我操，对面还带了 B 嘞，开的。他也是稳抓稳打。他们也是来杀三公的，都是跟我们想法一样的，遇到三公给他干倒。华尔山平砍一波，好吧，神魔起个盾，地府的话上个塔巴塔上一个，地府那边不用开封印，早上活球活宝宝神马给我宝顶个大金。咱毕竟挣大客，不着急。我跟他们都说你要跑，你跑吗？谁说的我跑？不跑。这边都30万分了，我要把明轩员打死了，我他妈还差啥名声呢？我天哪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就算我输，我也要打呀！这是我跑了，我他妈，人家说你遇到明轩员跑了，挣大客也跑了。我要是赢了明轩员的话，你们说，我操，浩文这垃圾号打赢了明轩员。你告诉我哪个名声重要？妈的，这宝宝打不死啊，宝宝！罗丹起罗汉，你怎么把罗汉挪了？浩三立旗子，把旗子立起来。和尚再来不金刚。金刚拽起来，拽金刚，拽金刚！哎呀，旗子拽不起来，操了！神鹰哥试一试啊！哈尔山，要不起个铜头铁臂吧？好吧，你自己开了起个铜头铁臂，和尚活着一号包，把一号包活了，过去活一号包啊！地府没事干，多驱散吧，对面全体金刚的，光辉光辉可以。愤怒爆！愤怒爆也没办法，愤怒爆！操，飘中我了！这些宝贝都杀不死，我们杀他，怎么他们就来不及了？叠漫天，这小大行还叠漫天。死了这一号吧，我操！死不了了，兄弟。哎，咱宝宝神了。推法连有个屁用，推法连。和尚那个金刚泼天乱棒，和尚那个法连泼天乱棒点都没流程，把流程点了。我惊青了。我出不了手也无所谓，好吧，我惊青了。
这法令只要两下，对面必死无疑。就这么你说好吧，只要是两下，对面必死无疑。应该点不死，明轩这角色估计超难，才他妈打了4000，我操！2000，6000，打你妹的，这还要死了，法莲灵死了，死了！鼓掌，鼓掌！这个法莲触发的好，两个法莲，给我刷黄色的点，好吧，飞机飞起来了，地府把对面那个不想努力给他笑掉吧，你地府要不接罗汉吧？接罗汉，接罗汉吧。你就罗汉靠电谱，你就罗汉，我把对面，我把对面笑掉。我也能罗，你那里和尚罗，那里和尚罗，那里和尚罗，地府巨像，我出个宝宝，张开宝宝罗进来，花二三这波有当头是吧？把一号宝砸了，什么能继续秒？把一号宝秒掉。把对面罗汉给他笑掉，我们开始秒起来了。死吧一号啊，9000多还不死，累的。地府还要去下一手，那边的化身。绿级。哎，他的罗汉，我觉得应该在，物理身上，物理没给过破血，应该是路差不多的，一直被秒。秒了。地府去笑吧，你把他笑掉吧。那地府去笑，浩山这波没技能是吧？稍微把他法防先干了，好吧，干法防宝宝。你地府去笑对面的物理，先把物理笑掉。什么你秒啊？宝宝全部干五号包，五号包干了。哦，他真裸了！我操，他这都敢裸。两个速度快了点都没事干了，我想的太多了，我们真的想太多了。他这怎么敢罗的，懂不懂？没看见谁罗的，后面的和尚猫子和尚罗的。我们少金刚，没有金刚了啊，这边活了114，这边还六神风铃，我有塔，下回没了。二三没旗子，我操！沙威铁棒，沙威铁棒干对面的二三四，哪个宝宝拉的？干对面的四号宝宝，把法器宝宝干了，干四号宝宝，就是法器拉的，稳妥。当头砸啊！我给你加先力，地府没事干多驱散吧，和尚金刚。129，你下波接罗汉，把罗汉接了。罗汉很关键。哪个？肯定是神木林接罗汉了。神木林罗汉让神木林罗最好。对，你花二三经脉不断的。猜错了。我们可能两个宝宝拉的，应该是两个宝宝拉的，打不掉的。封个毒，哎，地府爪子把他抓死吧！地府爪子把他抓了，地府爪子把他抓了。神木接罗汉，花二三的话，当头一棒把那个一号包，把一号包砸了，宝宝就干一号，把一号包干掉。他只有旗子，没当头。哪里有旗子啊？旗子也没有。他没有当头。你看着来，看着来，看着来，看着来！我操，我这边要跳了。你地府爪子，反正抓地府爪子把他抓死就行了。好。
刷不掉，假的。还好吧，对面消失没挂出来。有人都死不掉吧？死不掉，死不掉。有星元单秒。嗯哼，群秒。你和尚单杀和尚的宝宝，抢拿下花果山，花果山立旗子，把旗子立一个。地府的话，毒都行，到稍微长点血。什么苗？宝宝干一号吧，一号干的吧。来不及了。花果山立旗子，立旗就把旗子立着。立旗子很关键的。如果这个齐天神通能多顶一回合，下波有飞机的话，好了，妈这都封不中。双旗子下巴，可以，我操漂亮，下巴给个黄色的点起飞了。你地府有没有笑把他们大当笑掉，管他多少愤怒。哎呀，花果山没技能，我日了，花果山没技能，花果山破天吧，好吧，先砸对面一号吧，一号吧砸掉，神木林出个宝宝先，先让宝宝出一个，地府就笑大喊，别让对面起罗汉了。他对上差不多吧，也你飘了是吧？我没有，我上整了，对面封我的，没必要了。哎，这齐天神通不给黄色的点了，给黄色的点起飞了。他大堂出不了手。麒麟神通浪费了，他妈的！这麒麟神通一个旗子都没触发。哎，可以打了个破天乱棒，打死个宝宝还行。来吧，飞机下吧，还有一把。飞机好不啦？飞机老弟呀、啊，刷黄色的点了，我他妈求黄色的点。漂亮，飞机起飞，好吧，神魔大秒，我水星水。你和尚有金刚没？有金刚，有金刚的话，你要不给神木干点啥？你要不给个渡劫吧，好不好？你给个渡劫给花果山吧，行吧，保花果山不死。没有愤怒，没愤怒的话，那你能提壶提法器吗？快点！我渡劫了，渡劫，我踩塔的够。好，这一波飞机大秒了，来了，封我啊！好的，这边点的花果山是吧？能出手就 OK 了。这波给我飞两下，好吧，连飞两下，一波给他们带走，一波给他们起飞。我操，点的法器不别空切就行了。操，伤有点高，假了，死不了应该。再贴一下，再贴一下，再贴一下，可以可以，死都死不了，感觉死都死不了，单秒的不好说。神你妹，四千，一万死了，切了，再来一下好吧，麒麟神通起效吧，大哥，两下，又死了，又死了，我操，就这么搞的，后面那个死了，后面那个，和尚死，地府也差不多了，感觉地府贴住了。宝宝省了好多，宝宝省两只，有点烦。三千二，三千六，宝宝省两只可以。我们什么要是没死的话就无敌了，我操！对面一层风铃的。哇操，漂亮！幺六三，幺六三，可以，幺六三。
他女儿会。二三继续飞，好吧，继续飞，继续飞，我继续水后二三。你和尚则当狗蛋，好吧，当狗蛋，飞机继续起飞啊。当狗蛋，当狗蛋，你地府干了吗？拽的虚弥是吧？对。双重冲，就这样。金青，金青就无所谓了，金青。宝子化身出手了，往死里飞去了。这边大唐应该都扛不住了，应该。1330秒，这边地府秒300点血，我操了！这边地府好蠢的，点着我们神木躲神木不死了吗？双旗子402爆，好，这把伤害好低，5000可以。可以，他是波动。是谁他妈让我跑的啊？你丫的真是！刚刚谁让猴哥跑了？出来，站出来！谁刚刚说赢了吃屎的？站出来！哈尔山这一波破天乱棒砸对面女妖村，好吧，把女妖村砸了。我拉有立旗子，立旗子，哈尔山立旗子，立旗子，把旗子立出来。你和尚拽虚弥拽吧，神木的一秒。那个神木的宝宝开我一下，好吧，神木的宝宝开我一下，把我开了。5000了啊！你无剑无。神木的宝宝开我啊！你立旗子 ，OK OK。还立旗子吗？这两把旗子。立，没技能，他这把没技能。有泼天砸就行了。哦，头上有旗子，我操！我以为旗子消失了，我操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泼天砸就好了，我操！傻逼了，没注意，激动了，激动了，还立毛线的旗子。旗子立起来只有一回合了，单面旗子。哎呦我操了，下波没飞机亏了，单面旗子。大唐死了吧？还是他是鬼魂的对面？对面没伯伯拉人，你看见没？有伯伯了，法系人拉，我操，真牛逼！死了吧，起不来，漂亮。禁制法吧还是有点凶的，当头华山当头砸女游村，把女游村砸了吧。衣服开眼吧，你开眼就好了。你华山你华山当头砸和尚，你水星有没有带没带？没带的话那个和尚你扔你。有你水星，你妈你水法系，我去十点了，你没看到我早给他水星了吗？对面跑了10万分，有了吧。像这种局是不是啊？我们分金的打够了都，都怕个锤子了，这是啊！赢了他妈，赢了明秀元，我操！输了他妈就输了阿老。明秀元可是上一年亚军啊！那我们是冠军呗！吹牛逼，吹牛逼了！好了，开个眼砸死，破天乱骂砸掉。都没来出什么地铁，我就剩一个神马，有什么好秒？10万，好吧，10万。